咱道关绿色家庭关怀福利协会筹办公益爱心园游会活动，今仔日伫草屯镇中山公园老一店开，结合几来个社福单位，透过环保教育、艺术文化交流、福利宣导等等，促进社区个互动，甲关怀现场气氛是相当热烈。身体休在最后一个假期，咱们关注是家庭关怀福利协会在草屯镇的中山公园，以着很优惠的方式，规个趣味体验活动，希望讲出来的囡仔来做着有意义的代志。发现在社区很多特殊的孩子，他们其实在暑假期间是没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的，因为暑假放暑假呢，其实都是要父母的自费。对，那我们当时呢想要举办这个活动，我们就是希望同时推展那个身障平权的部分。我们这一场活动呢是由身心障碍者作为这次的志工跟服务人员。活动相当的多元，关心和爱心庇护工厂也作为加入，安排下官来做预备，担任环保志工，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因平常时训练的成果。我感觉蛮开心的，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，然后也有在旁边招呼客人，然后也会帮忙别人装东西。这场真无同款的活动，真侪少年社工来协助，并且结合表演团体以及大象加等等，借着环保教育、艺术文化交流，一个福利宣导者到底来进行，得到众人肯定。今日这嘛办个非常的热闹，拢是在真侪拢是在地吼，咱来表演，咱嘛希望讲透过安尼的活动，让我们更关心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活动，大概都是一些表演性质，可是我们更希望这种温暖关心的，还有亲子的活动，可以在草屯也多多举办，在南投县也多多举办。那在场呢，也可以看到许多的不管是我们在地的一些乐团啊，还有一些的文化、啊，还有商家们，那也很棒，来透过这个活动呢，来结合在地的文化以及推广在地的观光跟行销。协会表示，日后将继续来举办着最有意义的公益爱心很优惠活动，促进着身心障碍者朋友甲社区有关密切的活动。记者林雨欣，采访报道。